近日，网上有博主暖心整理了肖战凭借《骄阳伴我》一部经典之作所接受的采访，不得不说非常厉害了。十多家主流媒体仿佛是包机去采访肖战，甚至去肖战的拍摄场地，这就是肖战的牌面。世界聚焦于肖战丝毫不为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便如此，还有人说《骄阳伴我》是一部扑街剧。不用过多解释，真实的数据摆在眼前，一看便知。据悉，肖战目前所拥有的人气和影响力足以让世界都聚焦于肖战。不完全统计，肖战凭借在《骄阳伴我》里的精彩表现，得到了十多家主流媒体争先恐后包机去采访，接连不断，络绎不绝。包括央视、中国电影、新华网等都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媒体。对于肖战来说，通俗一点，肖战红得一塌糊涂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肖战依然站在顶峰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自然都非常开心，看到肖战如此受欢迎，网上很多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，纯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取其辱。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有一句话已经说了无数遍，可以接受不喜欢，甚至你自己抵制肖战的作品都没有关系，但是请不要触碰底线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肖战不愧是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从始至终都没有让观众失望。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可以继续努力，不忘初心，再创辉煌，肖战未来可期。